这个应该我是这里是不是加了一个引线。这个高度、焦点、还有这个频率也要改正。用氧气。氮气、然后不是要什么A 红光，然后再是 shutter。这里都完整的一下。开红光，再开光闸，可以。5.7，都蛮经常变化的，卡尺就这样。